在三级警戒这段时间，和这個外送服务人员、甲运输仓储人员是无用视察，啊，小机会是开记者会，以美国来处理。另外，讲外送人员嘛，应该爱来先注疫苗，这唔那是保护外送能力，嘛是降低大家去体会时阵一寡接触的风险。从本土疫情爆发以来，学生停课，未少上班的人居家办公，就算休困的时阵，嘛都爱踮伫咧厝里。食的、饮的、买物件，拢交靠网络来做文，专人送到厝。不过，即马疫情这么严重，就算无出门，也是接触到网络买的产品，甲外送员有互动，安尼敢真正有安全？一天在30到50的这接单量，这些外送平台的人员总共有88000多人。这些人假设全勤上班，接到350万张的这些外送单子，人收的时候啊，他接触对象就是350万人。所以总共有700万人次的接触。小机会表示，民众防疫在厝里，食的、用的，拢爱靠外送员一间啊一间安尼送。甲民众接触的频率，未必做疫苗的顺序排伫第二类。以市防疫亮亮到送饭菜的村里长，或者是村里干事较少，嘛应该纳入去优先做疫苗的对象。依照美国的例子啊，食品工作者是列为第一类接种顺序啊，就是他们的顺位是在跟这个。医护人员哈，几乎是同样的顺位，让这个社会机能正常运作，继续的维系下去。餐饮外送业者表示，伊嘛捌透过各种的管道替员工争取优先注疫苗。不过目前送来台湾疫苗的数量，第七类的军警、教职员、运输仓储业等等的族群，短期内要排袂着。目前干来当透过零接触配套的方式，尽量降低接触的风险。在五月中的时候，就首先强制的推出，放在门口，线上支付、零接触的外送，来保障外送员的安全，还有消费大众的这个安全。消基会建议讲，过渡时期，业者应该要定期甲外送员做快筛，避免员工互相相会，让订饭菜民众买单较安心，降低商品或者是食的物件送去民众因家的时阵有染病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